加上成功吗？这球教练今天我们他用眼神杀死他踢了教练的，教练不要放水，用脚背就可以了，力量最大最准确。下他，是。不错不错，哇，这个之前不错。老师有踢过足球，不怕吗？对哦，谢谢。可以。但是其实我不太喜欢守门，因为我小时候会怕球，但现在还好。接下来是赖替，赖替是女选手当中可能状元呼声颇高的一位哦。嗯，来观察一下她对于球的态度如何，会不会惧怕？不可以，挡下来，正面的吧，挡得很干净。对，赖替他穿56号背号，哎，小小福，他穿56号，哎，就是那个郭宏志的背号。嗯，那他应该蛮喜欢钱姐的。两球都挡下，赖替也是目前唯一一位两球都挡下的选手。运气好，因为刚好都贴比较中间，都踢比较中间。接下来是汉之。汉之呢，他是马来西亚以及泰雅族原住民的混血。哦，那他是在台湾长大吗？对，是待在马来西亚。如果待在马来西亚的话，那他的应该足球，譬如说应该。哦，对哦，有预测到。而且他准备动作非常的好，嗯，让身体保持机动性。哇，教练发狠，有点气，被他挡到一球气。接下来是翁姿曼，我们的教练呢，卡孟德教练，他是台湾跟黎巴嫩的混血。哦，现在守门的慢慢的在主持跟演员这两个事业都发展的还不错。教练。对你蛮低的，我觉得教练面对慢慢只用三分力，那个力道看得出来有些差别。是。哦，这球不错。来得及把手往下摆哦，把球给挡了出来。好开心哦，就是感觉很刺激，因为完全不会猜测到就是教练往，因为他很厉害，就是可能感觉好像要往左踢他踢右，对，所以就是要很专注的感觉，一开始很紧张，可后来球来的时候就感觉还蛮好的，就是还蛮好玩的。